欢迎收看《幸福按个赞》，快乐希望永相伴。大家好，我是昌邦。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听一段仙乐飘飘的柳琴演奏，来，请听。哇，刚刚听到这个柳琴的音乐呢，柳琴呢可以说是来自于大陆哦。不过在高雄呢，有一群热爱弹拨乐器的爱好者呢，组成乐团来推广柳琴，甚至拿高雄的美景作为创作的题材，也因为琴艺精湛啊，还到大陆人参加柳琴比赛获得金奖。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就请到两位来宾来一起做分享。首先呢是当代艺林乐集的音乐总监陈怡倩，总监你好。主持人好，各位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怡倩。好，另外一位呢是我们当代艺林乐团的总团长啊，陈昭伟，昭伟你好。主持人好，还有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好，节目一开始先请我们总监来谈一谈哦，这个当代艺林乐集哦，当初是怎么成立的？而特别为什么要以这个弹拨乐器为主要的推广的乐器呢？谢谢昌邦。当代艺林乐集我们成立在2011年，那明年就要10周年了。哦、那当初我回来台湾的时候，因为我之前在香港工作，然后回来台湾的时候，第一个工作就在台南艺术大学，那么我就直接整个搬过来南部来移民，等于是住在高雄，在这里落地生根。那就想说，我还有好多的学生，好多的朋友，我们就一起在这里来创一个团，然后可以做我们心里想做的事情，然后为这片土地可以贡献，就是创作一些我们在地的元素，然后可以更让这个文化可以用我们的弹拨乐器发扬。哇，很难得哎，从本来是台北人，对不对？去热爱来到高雄，热爱高雄这个土地，对，然后创造这样一个艺文音乐的一个艺文团体，相当不简单了。好，我们刚刚开场的时候有提到说，这个柳琴是源自于大陆哦，所以呢，我们就要请到我们的团长昭伟来谈谈哦，因为你曾经反攻大陆过，所以来谈一下这个柳琴哦，当初什么时候源自于大陆？那是一种新兴的乐器吗？是，柳琴这个乐器哈，其实严格来说，它是国乐器里面最 UK 的一项乐器，因为它的这个发源到现在呢，大概是200年的历史，那被改良成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独奏乐器，大概只有60年的时间。好，那它原本呢是在苏北跟山东一带呢柳琴系的伴奏乐器，就像我们台湾的乐琴一样，它是做这个弹唱的伴奏，弹唱乐戏曲的伴奏，对，戏曲的伴奏。所以刚刚弹奏的第一场演奏的是柳琴戏牌子曲，对，是用我们这个柳琴系的这个曲牌把它组合而成，那保留当时候柳琴系的这个风味，还有最原始的柳琴演奏方法所凑合而成的一首演奏曲，这样子。哇，原算是蛮年轻，说有200年的历史，但是改良像长这个样子算是只有六十出头年而已。好，既然它是最 UK， 那当然有比较老 COCO 的哦。对，好，也是属于弹拨乐器嘛。帮我们介绍一下，还有哪些这个乐器是弹拨乐器的？那这讲到弹拨乐器呢，我就要有请我旁边这位专家，我们陈怡倩老师，创团的总监。对，老师对弹拨乐器非常非常的了解。好，有哪些弹拨乐器呢？对，因为假如以弹拨乐器的话，最早的就是有琵琶，它是带指甲，算老大姐了。老大姐，琵琶，犹抱琵琶半遮面，其实也是像这样子抱着。对，但是它比它大概再大一点。对。
对，那它是中音的乐器啊，然后酸的这样子。对，唯一不同的它是用指甲去演奏，然后我们刚才是用拨片，我们是用拨片，用这个有看到吗？在这个拨片，对，嗯，对，所以这个是最大的不同，最大的不同。对，那当代艺伶乐节，因为我以前是主修琵琶，但是我小时候是开始弹柳琴跟乐琴。所以我就会把所有是弹拨乐器的东西都组合在一起，所以有柳琴，那有中阮、大阮、小阮，然后柳琴有低音、次中音柳琴，也有柳琴的系列。然后琵琶的话，目前高音琵琶这些琵琶系列还在改良中。那有台湾的乐琴啊，或者是也是在努力的把它做成独奏乐器这样子。所以你刚刚谈到这几个弹拨乐器，其实在如果以声部来讲呢，有什么这样的不同，可不可以再强调一下？而且我们柳琴好像是比较高音部的，是不是？对，它的音域比较接近小提琴的声音的音域。所以在乐团里面，国乐团里面，是属于高音首席的话，就是有这种柳琴的首席手这样。对 对，有跟小提琴交响乐团小提琴的意思。以弹拨声部来讲，柳琴就是第一小提琴的地位，这样 top 的这样。对 对，因为他的声音刚好也都很高，对，真的是很铿锵有力。对，所以是跟他的弦有关系吗？他好像是钢弦，是不是？对，它是用钢弦的。所以原始的那个我们以前柳琴叫土琵琶，在最原始的柳琴呢，它是用尼龙弦。然后它只有好像只有六七个品而已，就很音域非常窄。那改良之后呢，它整个音域扩张之后，加上我们用的品啊，然后钢弦，它可以加大它的音量。像柳琴这个乐器，它的优势比这个西洋的曼陀林来讲的话，更优势的地方在于说，曼陀林它的音量没办法那么大，但它声音很细腻，但它放到交响乐团的时候会整个被淹掉。但是柳琴放到国乐团的时候呢，它穿透力非常的强。对，一声音可以穿好远这样子。对对对。但是我们也有很有压力，因为弹错所有人都知道。弹错，对 对，一个鼻青啊那样。对对对。看啊，会马上知道。所以其实，在整个乐器的改良过程当中呢，柳琴的改良刚好弥补了国乐团的弹拨乐器高音声部的不足。嗯，对。好，既然柳琴这么出色，所以有它的一个独特性，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比赛，好像在大陆的时候就有举办过。我们招委呢也曾经这个去年的时候有得到一个金奖，可以不可以来谈谈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比赛？而且你能够得奖的话，代表的对台湾的来讲，还有你个人来讲，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去年我在十月参加杭州这场比赛，算是大陆的比赛里面史上第一场纯柳琴的大赛。因为以前的柳琴比赛都是到比如说像央视啊，跟其他乐器去做竞赛，那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纯柳琴这个项目的大赛。那全我们讲这个全华人地区呢，大概有听说初赛有8000多个人报名，那入决赛大概就大概900多个人。对，那我这一组是成人组的话，入决赛总共只有12位，那两个台湾，其他都是大陆的选手。大陆的，对对对对对。然后其实去得奖也是个意外，因为其实呢，我们都知道说柳琴源自于大陆嘛。那我的认知就是大陆真的很多的高手，包含他们在这个原始就是最古典的乐曲的诠释啦，或是他们技术面等等来讲，应该是都没有问题的。对，而且人口数多，人才一定济济的。对对对，所以我当初的策略是我要去大陆比赛，我想弹台湾的作品，我要想把台湾的柳琴音乐的这个特性跟它的这个内涵呢发扬光大，那就很意外的拿到一个特别金奖。对对对，那我自己觉得其实像以大陆的演奏家来讲，他们的手上功夫是非常 OK 的，但我觉得可能据很多评审的侧面跟我的这个讲法是说，他觉得台湾的演奏人员在音色的这个表现上面是比较细腻，所以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音色的一个比较特别的点呢，然后说赢得这场比赛这样子。所以你的参赛曲是雨后庭院，对，请问一下详述一下这个曲子是台湾人做的吗？然后曲目的怎么样去欣赏这首曲子？是，那么谈到雨后庭院后，就不得要提到我旁边这位陈寅倩老师。哦，对对 对。其实雨后庭院这首曲子大概是我国小六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是首演。就是台北的刘宝秀老师首演。那么次年呢，大概我国二的时候呢，由陈寅倩老师跟北京中央民族乐团有灌录了一张专辑，里面就是由他演奏这一首雨后庭院。那时候雨后庭院整个大红。那大红的原因是因为呢，在雨后庭院作曲之前呢，其实大部分柳琴弹的都是比较传统的乐曲，就像我们第一首听到的这个柳琴戏拍子曲。对，那到了雨后庭院整个被创作出来之后，才被大家发现原来柳琴可以做不同的声响出来，快有快的，有慢的，有铿锵有力，然后有甚至像吉他方面那种非常浪漫的这种片段。所以那时候整个以雨后庭院来讲呢，柳琴是一个跨时代的作品。哇，
对，所以然后后来因为这几年为什么我特别选雨后庭院去弹的原因，是因为大陆的这个音乐学院他们的大学的毕业音乐会，就是主修的毕业音乐会，他们一定要弹雨后庭院，所以这首曲子对他们来讲，他们也很相对，他们想很想听台湾人怎么去诠释它。是，好，对，所以我们就来听昭伟来弹这一段小小的一段雨后庭院，来欣赏一下。哇，这首雨后庭院真的很好听的，这个情绪转折有很多，真的要好好的整首曲子慢慢来欣赏。好，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请总监来帮我们谈一下创造这个乐团哦，这个一个新六的历程哦，是怎么经过的？怎么召集这些团员？然后有没有给他们一些费用啊？这些怎么成立这样子一个乐团的？对，那个当代一零乐集在2011年成立之后呢，因为我就是开始教了很多的学生，那在这十年来有很多的学生，因为我是在台南艺术大学7年一贯制嘛，所以很多就是很快的就毕业当了老师，那么到进入我成立的这个当代一零乐集，每一个人都是老师，所以基本上有一个条件，就是这个乐团我们不执行，我们全部通通都是很专业的人士来参加，然后我们一起共同为了一个目标跟理想去做，我们不知心，那原则上就是大家都要自己有自己的薪水。就是专业的乐手，那他可能也在这个柳琴的专业领域啊，有可能是其他的乐团的，也可能是老师，然后再经过你的号召也成立这样子一个乐团。对，那大家就会用工作之余的业余的时间来做专业的事情，所以就是很感谢有这么多的团员，还有我的学生们毕业之后都还是一起在为这个土地上做很多的音乐。好，接下来到高雄哦，成立这样一个乐团，然后推广这个柳琴，那是不是有做一些慈善的义演啊，或者说柳琴的一个推广教学的部分呢？因为这几年呢，我们就是会到各大的学校，有一些是公益的讲座，去介绍我们的弹拨乐器。那么我们也有到电台去做直播的音乐会，或者说有一些其他场馆户外或户内的一些比较公益的一些演奏的活动，就是把一些流行音乐或是古典音乐或者是在地的东西各种多元，希望能够亲近各位朋友们的这个声音的旋律，都把它变成弹拨音乐。哇，这样希望可以让更多人认识我们。哇，这个是一个比较新兴的一个柳琴的这样一个乐曲，对，让大家能够喜欢它。哎，先谈一下它好不好学啊？因为看你们刚刚叫那个拨的速度很快，而且好像那个弦又很细。因为弹吉他其实也会有手会长茧的这种状况，是比较克服这个部分啊。对，它的弦比较硬。其实我小时候弹是钓鱼线，是尼龙弦，一捆起来那声音就像台湾乐琴这样。那现在因为它改良了之后，就变成有两个共鸣箱，那所以这边有一个洞，有一个共鸣箱，这边还有两个洞，有两个共鸣箱，所以它需要的力量就会比较大。假如是以独奏柳琴的话，但是假如是入门的话，基本上是很容易。很像乌克丽丽啊，或者是这种曼陀林比较小的容易的乐器这样子，对，入门是简单的。哦，好，我知道说我们总监这边除了刚刚有提到雨后庭院，也是他做一个创作吗？还是改编？
创作的，对，怡倩老师的老师所创作的，创作的，对对对。所以怡倩总监也有陈奇老师这样的一个创作能量啊，特别是拿高雄的一些美景来作为创作的题材，可以来谈谈这个，好像有一首叫做《莲潭印象》，是不是？要怎么来聆听这首曲子啊？那个莲池潭呢，是我就是定居在高雄的时候第一个最有印象的景点。我还记得我那时候下来的时候是大概十月，也是高雄天气最好的时候，然后那时候高雄有莲池潭有一些万年祭的活动，我和我先生就去那边逛，我就说哇，高雄有一个这么美的地方，然后我就被一个亭子叫五里亭所吸引。它就是一个亭子，然后它还有很蜿蜒的这个步道。那我就去查以前的资料，就发现那是以前神仙们送往迎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所以假如你清晨去，尤其在夏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个烟雾有薄雾的感觉，然后旁边全部都是莲花荷花，很漂亮很美。那样的场景让我就是一直忘不了。我就说哦，那我突然就是很有想法，想要把这样的感动放在我的柳琴音乐里面，我就试着把它写出来这样子。是哦，所以有一段是描写这个五里亭的部分，还有其他段吗？好像有比较热闹的曲目，对，曲段是不是？对，因为像第二段是五里亭，那第三段很快板热烈的地方，因为后来这个莲池潭越来越发达越好，然后现在开始有一些竞技活动，水上运动，然后而且还有那个万年祭，有烟火，有风，对，很热闹。对，所以我就说哎，好热闹，所以我就用我的弹拨乐，比如说用这种打弦的音乐，或者是滑音滚音，然后用各种的效果或是叮叮的一些东西去模仿一些风那个烟火啊，然后有一些热闹的情景。对，那就是大家一起快板热闹的。对，好，那今天要为我们带来哪一段啊？我就是带来我最喜欢的五里亭的这一段慢板的部分，对不对？对，好，我们来听这一段这个莲潭印象五里亭慢板的部分。好，接下来我们就要请问一下昭伟哦，你担任这个团长哦，你是怎么样来学习这样的一个乐器的？然后有什么样的感觉？听说你好像不是这种科班出身的，对不对？对，我是本团这个唯一不是读音乐系出身的这个团员了哈。那其实我从12岁就开始接触柳琴到现在，那会支持我走那么长远的这个音乐的路到现在还在玩呢，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当然就是当年我遇到我的恩师徐世英老师，他是现在目前高雄市国乐团的柳琴演奏家。那他当时候跟我就是认识我的时候，他特别跟我谈判说，如果你要学好柳琴的话，你要把以前的东西全部忘掉，然后你要用业余的方式学呢，还是用专业的方式学？然后我心里想说，一样花钱的，那是要学专业的，对不对？好，所以说我要学专业的这样子。那老师就透过很专业的方式，让我这个学习到柳琴的演奏法之外，还让我爱上练这个琴。
对，那这是第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呢，到后来近几年呢，因为我实在是太荣幸认识像这个怡倩老师这样那么顶级的演奏家，那藉由很多的这个知识的交流或是经验的传承，那我让我觉得说，哎，柳琴这个乐器它有很大的潜力，必须透过我们的演奏去做开发，所以就让我在业余的时候呢，可以延续我的热情。那柳琴也变成是我在正常的工作以外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纾压的一个工具，这样子。对, 對, 對，好，既然是业余，当然要问一下你的本业哦。听说本业也是英文老师，而且呢，你在这个广播电台还有一个节目用台语教英文哦。怎么会想到这个 idea 啊？这个其实我在语言方面的可能从小就有天分，所以像我学语言英语来讲学的也蛮快的，也很有心得。那台语是外部语，所以呢在台语的讲方面，像我本身也会唱歌仔戏，所以我对台语的这些有的没的就很了解这样子。那当时候因为除了我本业是英文老师之外呢，因为当时候电台就想说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把台语跟英语来做结合，所以我想说，哎，既然它是个终身学习的 case 的话，那么把两个元素加起来，然后同时小朋友或是老人家可以来学英文，那小朋友可以透过学英文来学习台语，就一举两得，一鱼双吃这样子。哇，真的是中外融合这样的方式，而且用这个台语的方式，可能阿公阿嬷也听得懂。对，那很多阿公阿嬷在外面听到我的声音，是透过我的声音认出来，说：“哎、欸，你刚才在等待在主持盖台语就六哎。”对对对，就厉害。对，是因为好。那在节目最后，我们请总监来帮我们说一下未来乐团有什么样的规划啊？要演出什么样的曲目啊？等等，会攻占哪些特别的场馆呢？未来接下来我们这一年2020年是一个很特别的当代10的一年哦。我们除了独奏会，很多独奏家有一些独奏的音乐会之外，我们明年也会规划有10周年的团庆音乐会。那今年呢，我们分别在6月会有一个阮咸的音乐会。这位演奏家是在郑之廷老师是在目前是我的学生，他目前在新加坡华乐团当演奏家。那还有8月有一个香港回来的，然后他也是会来高雄卫武营开办独奏会，阮咸的独奏音乐会。那我自己个人的音乐会会在10月1号，那也欢迎大家来听一下各种不一样的柳琴音乐会。那么在11月我会推出古琴的音乐会，好，古琴的各种跟乐器其他乐器融合的，会创出很多很酷的新音乐的作品。接下来年底是我们的压轴场，也就是会有个白蛇幻想，是用胡琴，我们的乐团的另外一位音乐总监，然后吴奇峰老师，他会有一个白蛇幻想的音乐会这样子。哇，非常丰富，就让大家来认识这个柳琴。非常谢谢两位，在节目最后也要帮我们演奏一首日本的歌曲，是不是？是，充满神灵谣。哇，泪光闪闪，对不对？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曲。谢谢两位来参加今天的节目，以上就是今天的幸福按个赞，我们下次再会。
潮流正在来袭，从后面看起来就像年轻人一样。想知道长辈们如何追逐梦想，传承老而不朽的人生观吗？跟着主持人的脚步，一起体验他们的后青春期。做到我没办法做的时候，每周晚间9:30，敬请锁定《100种不老生活》。加了许多年的捏面人，从一块面团到成型，希望可以让更多的小朋友了解这项传统艺术，看他们用心又开心的捏塑，也刻画着他们彩色的未来。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携手向前行，走在进步的城市里，我们迈开脚步，努力守护属于自己的根，在绝望中看见希望，在挫折里找到前进的方向，深入每一寸土地，看见与你我息息相关的公共议题。每周五晚间9:00，敬请锁定打狗周记。响应响应响应 Go Go Go！ 我们是一群不向命运低头的羽球斗士，勇敢跨越自我，突破极限，享受在运动舞台上的展翅飞翔。看见在地人的心，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高雄是一个充满感情的所在，有趣味的友情，予人温暖的亲情，使人感动的爱情，也還有上骨力的热情。加油！加油！加油！拢伫咧上水的你。社区里的温馨故事，励志人物，区里花絮。